毛款的哦，长毛款，你看它的毛多蓬派，而且很舒服，非常的，而且它是有厚度的，对、嗯、对，而且这件真的很修身的，大家真的都不用担心，它连冬天穿哦都是 OK， 这个毛看起来比较华丽，更长一些，更高调一点点，灰色、粉色跟白色，总共三个颜色，如果你要真的非常高调就选白色。嗯、我觉得白色就是三个颜色里面超亮，最跳，对，最跳的颜色。而且你里面如果穿，就算穿黑色，它也会跳出来。它就是一个基本的百搭色，嗯、对，百搭色。然后这一款的话，刚才给你们比对一下颜色，它的颜色的话呢，有带一点混色感，有点白灰白灰的感觉。这是灰配粉，这是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也可以套，你这个毛超有光泽，对呀、啊，会动耶。